Hello， 今天是一套全身的拉伸训练，早上训练提高一天的代谢，晚上训练赶走疲劳，促进睡眠。从上到下，我们先来肩膀和胳膊的拉伸。左胳膊伸直，架到右胳膊上面，然后向远方延伸，头向后扭转，眼睛去看左边的肩膀，但是不要耸肩，去感受整个肩膀和手臂的拉伸感。不管是早上刚醒来，还是晚上临睡前，或者是你训练前、训练后，包括姨妈期，都可以做这一套训练。它的目的就是打开全身的筋膜，促进血液循环，让身体不那么紧张。你身体放松了，自然情绪就放松了，对吧？换，拉伸另一个肩膀。好，然后我们来拉伸脖子、锁骨和胸部，手在后面做交叉，向后拉，胸向前挺，打开胸腔。同时头抬起来冲向天花板，拉伸整个脖子，但是嘴不要张开，感觉自己像一个白天鹅一样去延伸你的头部。多做这个动作对消除颈纹也是很有帮助的。接着我们来拉伸整个侧面和腰线，左边的手按住地面，右边的手越过头顶向远方延伸，感受整个侧面被拉得很长，尤其是腹斜肌，但是左面支撑的那个肩膀不要耸起来啊，沉下去，感受你的呼吸，每一次的呼吸都让自己更加延伸。好，来拉伸左侧，注意肩膀沉下去，不要耸肩。接着我们来拉伸斜方肌，先来拉伸左边，把左边的胳膊向下走，右手越过头顶，轻轻地去扶住耳朵，手臂向下沉，让你的耳朵远离肩膀。好，让你右边的手臂远离右面的耳朵，拉伸右面斜方肌。
腿后侧的拉伸。好，然后把左腿向前迈一大步，迈到两个手的中间，右面的小腿放平到垫子上，上半身直立起来，拉伸右边大腿前侧。换，拉伸左边大腿前侧。接着是臀部的拉伸，右面的小腿向前折叠，与身体尽量保持平行，然后向下坐，拉伸右面的臀部。这个动作也是我每一次臀部训练完了之后的拉伸。好，换左边的小腿向前平行，拉伸左边臀部。